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 Anne， 欢迎加入沉浸式影集学习术。这套课程以 Emily in Paris 为素材，搭配延伸情境设计，帮助你提升英文口说和听力能力。请先观赏影集后再观看课程，享受剧情的同时，可以依照自己的程度选择看中文字幕或英文字幕。课程章节设计与影集对应，每一集影集对应个章节。以下是课程使用方式：精选片段回顾。仔细聆听影集内容，重温剧情，接着观看精选片段解说。影片分为两部分，前半段讲解影集内容，后半段补充类似情境的句型与范例对话。在听力练习单元，聆听关键字或完整句子。下载 App 练习角色扮演与延伸情境。操作步骤：一、听对话，完整聆听后选择单句重播练习；二、模仿练习，模仿讲者的发音与语调。三、练习模式，听力重组，可以排列句子顺序。角色扮演口说练习，可以选择一个角色练习，并录音和检查发音。延伸情境单元的练习方式和角色扮演对话一样。实用句型解析，每章节包含实用句型解析，说明句型使用情境，并提供范例对话。观看完解说影片后，可以透过 App 使用句型跟读单元，聆听句子，模仿发音，并录音。在口说练习单元，聆听问题后录音回答，进一步提升实际应用能力。部分章节包含文化万花筒单元，补充相关文化知识，让学习更丰富有趣。希望这套课程能帮助你大幅提升英文能力，享受学习过程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开始愉快的学习之旅。